介绍一下这个在台湾很多童年他们都会玩的一个东西，叫做豆片。是的，好，在小学的时候在玩的。大家有没有看到？我把它倒出来哦。哎哦，题目很简单，就在这边。这个怎么玩呢？有没有人知道怎么玩豆片？如果来，嗨嗨，福米会，福米会。我知道，我知道这个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知道吗？福米，福米先，福米先，我先，我先，大哥，我先的，不要这样，不要，不要抢我，不要抢我。好好好，福米怎么玩？福米 go， 就是说，就是里面就是有自己的片的，自己的片。假如就是自己的片。好。然后呢？假如那个是敌人的哦，别人的片。不要这样。哦。然后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就可以得到他，得到他。哦，用这样子的方式吗？其他还没其他。好，还有吗？来来来，我觉得这个太无聊了哈。我怎么玩呢？很简单，这样子哈。这是我的哈，这是那个另外一个人分两组哈，对不对？好 ，OK。好，你出这个，对方哈出这个，那我用这个哈，打出去。哦，是胖。然后反过来，哎，不一样游戏啦，不一样吧？不一样游戏啦。哦，反过来哦 ，OK， 还有不一样游戏。再来，妈努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妈努，你很有创意耶。没有这个游戏我不懂。根本打不赢，你就没有分数，没有创意，根本没有创意。好，来。好，安妮试一下。比如说，这是我的，这是他的，对不对？他看不到我的，看不到。然后我出一个，比如说，我说我出一个。然后他也出一个，然后我们两个都看不到。好，对，然后哪一个比较大？哦，哪一个比较大？就比如说这个比较大。怎么看？怎么看？哎，你问哪一个比较大？那个 Hello Kitty 还是这个？当然这个比这个比较大了。当然这个了。对，好，好，还有其他吗？开朗。现在我想到，这个其实是不是这样玩的？好好好，两个同一个现象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就用飞的。飞出去，用丢的，对，谁丢比较远？对，哦，这个不是小朋友要玩的游戏。还有小朋友会有那么会？来，江勋试试看。因为这里很多角色，皮卡丘也有，还有 Hello Kitty 也有。反正我有孙悟空的话，你就拿一个 Hello Kitty 好了。然后一直撞到谁断掉就输。我就是这个是小朋友玩的呢。哦，小朋友可以这样玩啊？谁断掉？没有，你们到底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只有一个是大的，那个大的可以拿回来吗？哦，只有一个是大的，他找到玄机了。但是只有一个大的，这个大的是不是在中间？哦，那它都是其他的是分边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嘞，然后嘞，对我来说，我看这些东西可能是有点像那个七字的那个 like chess， kind of like a little chess piece， kind of like a little chess pieces， yeah。But I think the goal， 讲英文，目标是什么？没有目标。目的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。这三个，这个 OK， 他们是三个圆的哦，圆的啊，这是哦，有一点西洋棋的意思。对，有些是兵嘛，有些是那个。Is it where is this king？Is this king？ 那做 Hello Kitty 什么？哦 ，Hello Kitty 就 Queen 啊。哦 ，King 啊。如果有 Daniel 就是 King 啊。OK， how do you play？ 怎么玩 ？Do we push it like that and see if we can get the closest？ 哦，看到那个最近。OK。哦，冰球的意思。对对，那最近的那一位。好，恭喜，只有一个人答对。Fumi。这个豆片呢，它其实很简单，对，它就是要，对对对，你在这边啊，你比如你在这里，你要盖上去，盖上去，就这样盖上去。那我当然知道，没有它有大有小，因为大的不一定比较容易啊。啊，对，它就是这样把它叠上去，啊，你就赢了这样。哦，那我教你黑人怎么玩啊？黑人怎么玩？全部带。Nobody's playing. I'm taking them home. 他要把它。话吗？真是啊！下面一道题目大家要特别注意哦，它是你看到谁？看到照片你就要认出他是谁。你看到照片你就要抢答，好不好？哈，注意哦，请出题。我看不到呢，看不到。对，好，来，江勋，邱泽，答对，邱泽。哇，谁呀？他是谁？谁？请抢答。棒球选手哎，很有名，非常有名。前几天我看过呢，这棒球选手，糟糕，他不是角头吗？打篮球、羽球、羽毛球，哦啊，对对对，羽毛球，打乙球，羽毛球，看啊，嘿，卢彦勋，卢彦勋，我觉得你要跟他道歉呢，差太多了啦。哎，这个讲实话，我也不太知道。真的吗？他最近很红。陈先生，我都随便出一个姓名。陈先生，陈先生，好，正确解答是。凤梨。
鼠鼠，鼠鼠，对，大家知道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是？因为他讲话台湾国语，他是之前网就是那个网妖的前男友。那之前因为网妖的这个新闻事件呢，大家就跑去访问了这位凤梨先生。那他讲话非常的好笑，所以大家就变成很推崇他。最近他就是新闻人物，很多人都会注意他。网红就对了啦。啊，鼠鼠会带你去打乙球，他是阳光男孩 Sunny Boy。哦，就是讲话是类似这样的。对，而且他是很天然，浑然天成。我们要 update 一下哈，对新的来下面一题，请出题，抢答，开始，哎，开朗，李安导演，对，恭喜答对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，开始，张勋，捧恰恰捧恰恰，恭喜答对，注意哦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，张勋先的啦。这太好吃了，胡须章。这不要给他了。恭喜答对。这不能给他。所以你们动作要快哦。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开了，这太简单了。以前的台湾的总统李登辉前总统。恭喜答对。哎呦，哎，你保住现在很接近哦。剩下最后三个了，最后三个。最后三题哦，可能翻盘哦。下面一道题目，出题。哦，不知道。哎呦。蔡依林吗？错。等一下，安妮刚说是蔡依林吗？蔡依林，没有，这是布袋戏，布袋戏的角色。他的名字有四个字，跟颜色有关。四个字有两个字是颜色。黑白，黑白，黑白，看了，看了。晴天霹雳，晴天霹雳，是霹雳什么？黑白什么？黑白公主，不是。黑白什么？黑白王子，不是。黑白先生，不是。黑白内裤。不是，来蜂蜜猜一个，老虎，黑白地主，黑白阿姨，黑白阿姨，老虎，黑白狼什么？黑白阿姨，黑白老虎，黑白狼人，不是，黑白狼人，杜丽，黑白狼人，讲过了，刚刚讲过，黑白狼君，答对，黑白狼君。白郎君啊，哦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哎，太简单了。谁？那是我的老公哦。好了，我先，我其实是我看到江勋啦。我是看到江勋，你们是？江勋啊，江勋。Jeremy 林书豪啊，林书豪，恭喜答对。注意哦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举手哦，你们看，举手要举手哦。江勋，你知道江勋先的，再来就开朗。我们不知道，开朗开朗。大口包包，恭喜答对！哎呦，这个厉害！好的，分数同整下来，开朗13分得到第一名，江勋11分第二名，然后再来蜂蜜还有 Manu 是7分第三名，杜丽5。安妮6，所以杜丽是垫底，杜丽要拔吃精力套餐。哎呦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颁奖的颁奖，来来来，哎呀，这个是这美食，完蛋了完蛋了，杜丽是完全不敢吃这些东西，真的吗？他完全不敢吃，哇，那不是卤味吗？不是，那不是卤味，烫过的，是烫的。烫的哦，不，你喝汤不是不用喝汤啦，吃一个就好了。那个是猪脑，猪的头脑。有没有办法吃 ？Not bad, it's like tofu. I like tofu. You like tofu? Tofu, 那这个一个就好了，你挑小的。就吃一个，因为包改了。不会不会，一颗就好，一颗，我喂你嘛，好不好？一颗。来了来了。这一期他不用，就这一颗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杜丽人生第一颗鸡佛，因为他没有吃过熟的啦。阿妈嘛，阿妈什么？哎呀，第一次，第一次，原来如此。哎呀，张哥，张哥，杜丽没有吃过熟的。哦，明明就很好吃，你吃成这样。红色订阅的字样，把它按下去。那就对了。那订阅之后呢？这颗按钮就会立刻像现在这样出现小铃铛。小铃铛，记得这个小铃铛你也要给它按下去，就能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通知喽。赶快去。